才要去香港。嗨大家，这是第一次只有我们两姐妹一起出国，是四年前到香港的记录，我终于剪出来了。出了。飞机餐上还有凤梨酥。没错，我们搭上一班不晓得往哪开的机场快线。有啥知道？完蛋了，跟我们一样做饭。打电。绿色军团。有的有开，有的没开。如果没有机票的话，就要另外付钱了。要。所以有机票就可以直接搭。就是有机场快线的证或者机票。嗯，那我们两个都有。等很久的接驳，我们走过去只要18分钟，现在12点半，然后我们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吃到。我们现在下了。那个接驳，我们要走去我们住的吴淞大厦。太阳好大，过这个。公寓大厦有楼梯吗？Mint House 是这间吗？那是你的房子。我们这边都有变压的插头。1104。把手开吗？嗯，有了。哇，还有热水壶哎。嗯，好可爱哦。这是三角窗。对呀。厕所，看这里有什么软气？这看起来很像那种浴室。我们其实是住在浴室里吧，浴室改装的。看外面，哇，11楼哎，超高的。哇哦！牛腩呢，上汤比较清淡，比较好吃，然后咖喱又辣又油，所以呢，我吃的肚子很不舒服，走一走差点吐出来，因为太油了。然后呢，我的面还没吃完，然后接下来吴桃就带我来吃这家，然后这边还有麦恩，希望妹妹等一下不要吃。我现在比较想找喝的，我以为还有很多甜品，结果都没有。
整颗满满鲜虾，面的口感也很立体，整碗好鲜美，好好吃，到现在还很想念。到一间很像有魔法的糖果店，琳琅满目，看起来都好好吃，好漂亮。但我们没有买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买。那个消防栓也好可爱哦。没喝酒也来踩点一下兰桂坊。易碎会。这里以前是牛奶公司的仓库，现在会举办一些艺术相关的活动。假的，它是假的吧？什么叫它不会动？它是假的吧？真的还是假的？好笑。这里是在太子大厦旁边的皇后像广场，在广场旁边这栋很古典的终审法院，融合古罗马和希腊的建筑设计，雕刻得很细致，蓝天衬托着更有种沉着的庄严感。建筑外部也被列为香港法定古迹。全部都红色瓷砖，好看。13楼，这里是变形金刚拍摄的地方。天后庙花园下午5点就关门了，我们太晚来，只能在外面逛逛。我们点的是汤不甩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这个不的红茶，外带了西多士等等回住宿吃，好喜欢店内的风格，好好拍，好好看。戴口罩、穿黑衣服的人走过去，我们离集会最近的一个次了。全部都从这边过来，你确定我们往这边走是对的吗？这么多都有分，他们是从那边结束过来的，那个被围起来。不是下午就开始了家许留山买的，然后它喝起来，它是叫什么芒果椰什么芦荟，然后它喝起来就非常非常的芒果，芒椰芦荟爽，竟然有淡淡的椰香，浓浓的芒果，还有芦荟是绿色的芦荟哦，绿色的，看我爱吐出来看，你看看那芒。
芒果果粒，应该就是吧，因为我觉得我有吃到。这杯要多少？台币要160，是不是？好贵啊！但是它口感很浓郁。172。哦，好贵哦。嗯，喝口，还要喝口。嗯，有没有爽？爽！这个刚刚买，然后等很久，等着一群人，然后它就应该就冷掉。然后法国吐司，对，他就说是法国吐司，外面沾蛋。然后里面有芝士加芝士，哦，里面是加芝士，现在是封面，再点芝士看。好，嗯，冷掉了一样好吃吗？嗯，可能一开始会贵哦，我不知道。哦，你闷在里面太久了，而且我们之后还有机会吃吧，吃别的。是那个 很奶油乳酪的那种起司吗？对，是，所以加蜂蜜不会很怪。掉什么大油嘎嘎？就叫你热的时候吃，你要拖到现在很久。嗯，很好，哦，好油。哇哦！